焦点视频粤语推背图的时间，在我身边咧继续有火龙真人。大家好。咁啊，真人啊，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呢个37象啊，咁咧就系呢一个黎元洪咧同袁世凯嘅分别。OK， 咁今集咧，哇，我知道呢个卦象不得了啊，原来咧就系讲紧世界大战嘅。系啦，冇错。不过就系第一次嘅。系。OK， 咁啊，请阿真人你解释下啦。嗱，点解会讲？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喺歐洲打啫，冇打到嚟中國啊。嗯，嗱，咁啊，大家要細心聽下喎。其實歐洲呢一場大戰咧，係好影響我哋中國，影響好厲害添嘛。哦，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喺1914年至到1918年發生喺歐洲嘅。係。啊，門外一陸。群雄爭逐，我哋成日都有一句説話，啊，好常講嘅説話話，呢個逐鹿中原係嘛？逐鹿中原就係我哋自己中國入邊啲嗰啲小國係互相喺度爭逐，咁啊逐鹿中原，咁個門外喎，咁即係唔關中國事啦，喺出邊啦，就係歐洲啦，劫及鳥魚嚇，即係上邊飛嘅。雀仔下面的在水那裡游的魚呢都會受到傷害，因為你知道那些炸彈很厲害的，水深火熱，火運開時禍蔓延，萬人後死萬人先，這個是什麼意思呢？萬人先就在歐洲了，歐洲呢死了很多萬人，不是一萬，死了1500萬，約莫打了這場仗。萬人後死是什麼呢？跟著這萬人後死的就在中國，不是在歐洲，不是一萬人，都約莫有1000多萬人，你說厲害不厲害？當然厲害啊，大哥，你拍不拍嗎？現在都很多啊，人數。咁其實咧，呢場仗咧，我哋中國咧係都有啲參與嘅。我哋中國咧派咗30萬嘅民工去到歐洲同埋俄羅斯咧，就係做一啲後勤嘅工作嘅，例如起公路啊、鐵路啊、採礦啊、耕田啊、兵工廠啊等等。都有少少死咗嘅，死咗12000人咧。打場大仗嚟講，死萬零人唔算乜嘢噶啦。係。咁但係我哋因為都派咗軍隊，唔係 ，sorry， 派咗呢個人去幫手啦。咁故此咧，打完仗啊，盟軍贏咗之後咧，咁我哋都算係叫做戰勝國噶喎，因為我哋有派個人力物力去幫手噶嘛。係。咁但係咧。呢場仗打完之後咧，歐洲列強咧就將德國喺山東嘅權益偷偷地交咗俾日本，我都完全唔知喎。嗯，你知道當時咧係歐洲咧就係佔據咗山東嘅地方嘅。係。咁德國戰敗咗之後咧，啊，佢哋啲鬼佬。私下將我哋呢啲山東嘅地方由德國轉咗俾日本喎，啊，我哋啊真係慶啦！所以當時咧，啲讀書人咧，啲學生咧就好慶啊！哇！你哋當我哋中國死㗎？啊，呢個我哋嘅地方嚟㗎喎！德國戰敗咪趕佢走咪得咯？你做咩嘢將我嘅地交咗俾日本？你啲鬼佬都冇問過我哋中國人，嗯，咁啲嗰啲讀書人咧，啲學生啊，覺得好嬲，覺得係好冇 face， 好冇面，所以佢哋咧就引發咗當時嘅外爭主權、內除國策嘅54運動啦。一運動咧，咁啊唔少嘢噶啦。咁當時總之咧，就係覺得世界各國咧就。冇俾面我哋中國，嗯，咁點解我哋成日俾人恰咧？啲讀書人知識界，佢哋就諗，梗係
中國嘅嗰啲咁樣嘅傳統文化類似。嗯，唔得，我哋要吸收西方嘅科學知識同埋民主。啊！將舊嘅文化全部摧毀佢、燒毀佢、趕走曬佢，唔要我哋全部吸收一啲新嘅嘢，就係、是、西方嘅嘢。咁於乎就有所謂嘅新文化運動啦，同埋引進呢個馬克思主義喎。咁之後你知啦，翻天覆地啦，喺我哋嘅國家。嗯，呢、這個文化大革命啊，包括呢個破四舊啊。都是这样来的。那你说影响大不大、嗯、死的人多不多、嗯、哇，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几乎完全是这些这样的运动摧毁了、嗯啊、那这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们的影响。就当时打的人就不影响，打完之后就有影响。OK，咁啊，真人其實哇，我頭先聽你所講咧，即係嗰個咩門外嗰樣嘢咧，啊，即係幾震撼喎！即係我覺得係嘛，即係成個卦咧，佢係即係成個象咧，佢係好明顯講俾你聽咧，就係有打仗喺門外打嘛，門外打即係唔係喺你屋企入邊打啦，係嘛，即係唔係喺中國入邊打啦咁樣。哦，幾明顯喎、啊！成件事係係啊，冇錯啦。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究竟出邊打仗關我哋咩事呢、嗯、對我哋有幾多嘅影響呢？係如果冇影響，佢唔會花咁多精神去講啦。因為、嗯、啊，全書都係得六十章，點解要花章去講呢？係嘛？嗯 ，OK。咁好啦，咁啊，下一個章咧就係39啦。咁啊，或者我哋咧就下一集咧就再請阿真人啦。好 ，OK， 嗯，好，拜拜。拜拜。焦點視頻啊，粵語推背圖嘅時間喺我身邊咧，繼續有火龍真人。大家好。咁啊，真人啊，上一集咧，我哋咧講咗好緊要嘅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咁啊，你亦都解釋咗咧，就係唔重要嘅嘢咧，其實推背圖就唔會講嘅。咁啊，緊係呢一場仗。嘅之後影響咧就好深遠，咁所以先至講嘅。係啦，冇錯。咁啊，大家不妨咧就即係有興趣嘅咧就睇翻咧聽翻咧上一集咧阿真人所講嘅嘢。咁、嗯、今集咧我知道呢個象咧都不得了嘅，就39。係。係嘛？咁咧就係咧又係講一啲嘅打仗啊、大戰嘅嘢啊咁樣，而呢個咧就絕對係我哋中國人咧都幾慘痛嘅回憶嚟嘅。係。咁啊，請解釋下啦，真人。39象咧就講日本侵華嘅喎。哇！啊，但係咧，大致咧就係、是、一般嗰啲解推背圖嘅師傅都大致去解得到，但係原來有啲小節咧，佢哋係唔知嘅喎。係。咁呢一樣嘢咧，我都希望大家要理解一下。係。嗱、啊。參曰：鳥無足，山有月，鬱初生，人都哭。究竟點解嘅咧？係鳥無足，即係雀嗰只鳥，鳥字嚇冇咗下邊嗰四點，冇咗下邊嗰四點，咁即係得翻個窿。嗯，山有月，個山咧見到有個月嗱。佢寫咧就寫月亮個月，但係其實廣東話咧呢、這個月亮嘅月咧就同洞月個月咧係同音嘅。係。佢係用緊同音字啊，其實應該係山見到有個洞月，見到一個洞月咧就匿咗入去。你諗下個鳥字冇咗四點。下面的洞穴被個山匿咗入去喎，那變成咩？變成個島字啦。嗯。啊，咁係講緊咧，係一個島國搞事，島國為患啊。鬱初生，嗱好多人都知道啊，鬱梗係日本啦，日本旗啊有個太陽嘅鬱啊嘛。嗯。鬱日啊嘛。嗯。如果你就咁解日
本期或者日本的國家來到中國搞事呢，那你就不知道個細節了。個細節呢就是當時日本侵華的時候呢，神州大地呢都掛滿了日本旗的話。嗯，日本旗是怎樣的？中間有個紅色的嘛，紅色的一個圓圈，是啊，太陽。其實當年掛起的旗呢就不是這樣的，是一個太陽有很多光線射出來的。是，你想想軍旗嘛，日本軍旗不是日本國旗。是的，那這一面日本軍旗呢，它原來是有個特別的名字，它的原名呢就叫做旭日旗。旭初升是什麼意思呢？不是日本旗初升，不是日本國來到中國，是旭日旗。旭日旗初升，是人都好，個個都喊啦。旭日旗啊，好多香港人而家都唔知道嗰面軍旗咧，就叫做旭日旗。係，但係1300年前咧，推背圖嘅作者係知道，旭日旗一升起，個個都喊啦。嗱，講咗呢四句讚文咧，大家有興趣咧就對比一下。这个56章讲的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两章一比较呢，你会发觉39章是很小儿科，人都哭了嘛，喊了嘛，喊了几大件事呢，哇，56章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犀利啊。有可能中華民族是滅族的。那你看清楚那些字眼一對比，你就知道第三次大戰比第二次大戰是犀利幾多倍。大家去對比一下那些經文。仲有12月中氣不和。12月中是講緊咩呢？氣不和即是不和氣，即是打交啦。是啊，十月中是讲紧，不是12月15日，不是，其实它就是中间12个月的中间，即是六月左右发生什么事呢？这个1937年农历6月左右啊，我哋推背图讲亲嘅月份咧，全部系讲农历噶，唔会讲西历噶吓。喺1937年农历大约6月左右发生件大事，就系卢沟桥事变啦。当时就系7月7日开始嘅。77事变咧，大家应该有听过噶啦。咁就系农历大约6月咧。其实农历五月29至6月24，咁即系约摸6月嘅期间就发生一件大事啦，气不和啊嘛，咁啊抗战全面爆发啦，8年抗战啊，南山有雀，北山罗，啊呢个雀字咧，广东人咧就通常咧讲呢个。雀鳥咧都係講雀嘅，比較少講個鳥字嘅。但係北方人咧就中意講個鳥字。你睇見呢個雀字咧，估到嚇、作者講嘅話咧都係好廣東式嘅喎、南山有雀，咁即係南山有鳥。咁咧原來咧我哋嘅傳說啊，就係、話。古代的炎帝有一個女咧，喺東海浸死了，死了之後咧，佢變成一隻雀仔。係，呢只雀仔叫做精衛。係、一隻神鳥嚇，精衛鳥。係。咦？咁似我哋幾十年前嗰個名人阿汪精衛嘅。係。係啊，佢就係暗示呢個精衛，汪精衛。南山有雀。即是南山鳥汪精衛，北山羅
北山嗰個有個羅，唔係，係愛新覺羅啊，愛新覺羅溥儀啊。係。點解會提及呢兩個人呢？因為呢兩個人都成立咗親日嘅政權啊。係。啊，一個喺南邊南京，一個咧就喺呢個東北啊，各自成立咗呢個親日嘅政權。嗯。啊，所以就提及呢兩個人啦。係。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呢两句意思即系话，哎，你哋唔使担心啊！一到咗鸡年呢，啊，啲日本人就走噶啦。系。嗱，咁你话系咪讲得好白？系啊，好白噶。因为其实咧，末代皇帝溥仪咧都睇得明呢两句嘅意思啊。啊！佢嗰個王妃李玉琴啊，啊話誒講俾呢啲記者聽啊，佢話咧溥儀咧，佢都知道日本喺雞年咧就會戰敗離開嘅，就係呢兩句：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點解溥儀咁關心大呢個日本幾時走咧？嗯。唉，因為日本人一走咧，佢就冇皇帝做噶啦。佢嗰個偽政府咧，就係全靠呢個日本人撐住，佢根本冇實權嘅。但係都叫做係就一個皇帝啊，係嘛？嗯。咁你如果日本人走咗，你真係分分鐘要做階下囚噶嘛？所以佢係好關心呢樣嘢。啊，又俾佢解得到喎。嗯。咁佢知道。原來到雞年咧，日本人就走嘅。當時1945年日本戰敗嘅嘅嗰一年咧，咪就係雞年咯。係，哦咁都好貼喎，係嘛？即係以前咧，其實啲中國特別愛中國人咧，好少講一九幾幾年咁樣噶嘛。呢啲係西式嘅説法噶嘛。最多都係講係嘛，即係宣統幾年，宣統幾年。咁但係你去到民間咧。他哋又冇嗰啲文化知識水平咁高啊嘛，係嘛？即係佢即係咪記一啲簡單啲嘅啦？雞年咁啊，喂，咁啊容易記啦，係嘛？推背圖通常都係啊講年咧，講邊一年咧，佢經常都係啊講呢個十二生肖嘅，嗯，雞年啊、豬年啊、龍年啊咁樣嘅，通常係咁樣嘅。OK， 哦，相當有趣喎，呢一個像。啊，真係啦，真係。咁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大約解得到嘅，但係頭先我講嗰啲細節咧，就好多人唔知。點解唔知道？因為佢哋唔識廣東話咯。係。OK， 咁啊，頭先以你所講，即係你話喂呢一個像好唔開心啊，大家都了解。不過第三次世界大戰嗰個像係更唔開心喎。更慘啊！大家對比一下嗰啲字眼，嗰啲形容嘅字眼，你就知道會慘幾多倍。係，咁啊真係棘手啦，真係。即係講翻第三次世界大戰嗰個像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咧，不妨咧就可以即係睇翻啦，睇翻阿真人嘅解説啦，咁樣。係，嗰個像咧就係56像啊。56像啊。OK， 咁好啦，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一集咧，我哋繼續請教真人咧，就下一個卦象咯喎，係40象，40象咯喎，嗯 ，OK， 下一集我再見，拜拜，拜拜。